你是高手是吗？不是，哎，这锅是做啥的？啊？我们是这样的。都好欢乐啊！ 这样来的，从那边拿过去。哎，对，上不了车了。上不了车了，你们要这样才行。这样他有车，他宽，出去收也。他翻就可以了。我们以前根本上不了车。嗯，对呀，小脖子。这边放车，你把这个。 这个放在里面就会好弄一点，放进去了，那就是放在里面，这样高不行了吧？不是，你先让它稳。然后快一点就可以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不是，你陀螺的那个还没得。这个陀螺铲。这个鞭子不行。 那鞭子很不行啊！不行了，那个没得好，它短很了，我有点欠。高一点，看我的！我也总算进去一个，把头，把头了。 差了点点点，喂，过来，哎呀，不行，哎呀，进了，进了，哎，哎，不得行了，要坚持。 眼睛不昏就不要走，上个是车哦。好，出去。一切都就先注意安全。好的，我们一起过来集合。哪个是我的？啊？哪个是我的？我都不晓得。我等南京走了就是我的。 看看有没有网友觉得？得行得行。我过几天，哎，清晨。你们都明天回去了？明天就回去了。去黄山也只要玩一天。但是也要，那要多烧几天，这边还新鲜一点，一样的，是不是？